大家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用三个词语说话，一个呢是稳扎稳打，第二个呢是拼命，第三个呢契机，契机。这个我们看一下，稳扎稳打，这里有稳扎稳打，这个名字的稳扎稳打，稳扎稳打，稳扎稳打，稳扎稳打呢？무슨뜻이냐확실히일을해나가다는것을말합니다那么稳扎稳打的本뜻은차근차근하게차근차근진을체감해확실한방법으로서이렇게싸우다는뜻인데요원자원다의번뜻은번뜻은이렇게왔습니다그러나그것을지금비유하여일을확실하게확실하게해나가는것을아주언당하게해나가는것을원자원다합니다언당하게언당하게혹은확실하게해나가는것을일단핀밍핀밍은이거다알고있습니다결사적으로명인가결사적으로죠契机，契机，契机는계기혹은동기혹은전환점우리가말하는골든타임을라고도말할수있습니다그럼봅시다报纸产业也想稳扎稳打现在也都拼命地从网上找契机。评论报名搜索单，报纸产业也想也想稳扎稳打，现在也都拼命地从网上，网上找契机，找。契机，契机，契机，找契机，기기를찾기기를찾다타임을찾다말입니다网上，网上，网上，온라인으로온라인에서그런뜻입니다그러니까报纸产业，신문산업，신문산업도확실하게일을해나가고혹은언정하게일을해나가려면나가려면해나가려고지금모두모두결사적으로핀밍결사적으로핀밍결사적으로인터넷에서혹은온라인에서온라인에서기기를찾고있다그런뜻이죠그럼우리마지막으로본문을한번읽어보고오늘의중국어를마칩시다报纸产业也想稳扎稳打，现在也都拼命地从网上找契机。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次再见。